中央研究院七月份知识飨宴演讲会开始，我们请王瑜副院长为我们主持。各位晚安，很高兴啊，今天又有我们七月份的这个知识飨宴。那我们今天请到这个资讯所的廖宏源特聘研究员跟我们讲解一下他在中研院的第二个十年多媒体研究跟数位典藏。那我想这个我看到这个题目以后，我就说，哎，那他一定十年差不多十年前他有给过一个类似的演讲。我没有这个荣幸听到他第一个演讲，不过我很期待这个第二。我们知道这个最近这个二十年三十年哦，大概问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说这个是知识爆炸，这个我们利用这个媒体或者是利用这个数位的这个咨询啊，那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有网络，你大概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知道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很期待这个演讲，也是希望那廖研究员特别要跟我们解释，就是说你找到这一些资讯还不稀奇，那他要把旧的已经没有办法得到的资讯再修复过来，我们俗称就借尸还魂，他有这个本事，就是不管是这个影像或者是视讯，待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廖博士是他的他是国立清华大学1981年物理系毕业的，然后1990年在美国西北大学拿到电机系的博士，那随后1991年就回来到本院来服务啊。所以1991年到现在大概也是20几年啊。那在这个中间，他也担任过资讯所的副所长，还有也是我们硬科，现在叫做硬科中心，之前叫做硬科及工程研究所筹备处的代主任，那也做过计算机中心主任。那他他目前除了在本院担任资讯所的特聘研究员之外，他也在交大资工系、成大电机系，还有资工系和平教授，那也是中原大学的兼任讲座教授。那当然在国内20几年得奖无数哦，所有重要的奖项他都得过。那从中研究院年轻著作奖，这个是给年轻人的，大概以年轻人来讲说，这个是国内最高的荣誉。那国科会的杰出奖，三次，然后国家发明创作奖，还有这个中央研究院的深耕计划，这个是我们中央研究院有所谓前瞻深耕跟主题计划啊，这些都是鼓励做研究做得很好的人。那在国际上他也得过唯一的 fellow 哦。那在服务工作上他也做了很多啊，国内的就不用讲的国际会议他也筹办跟主办跟办的很多很多。我想我今天就不耽误时间，那我们非常期待来听廖特聘研究员给我们精彩演讲。那个首先谢谢王院长介绍。那个我上次讲知识飨宴是2006年的2月22日，好，那个最近那个失智的班机又222，
那我本来是想说十年，因为我之前也在周报写一篇文章，说我希望十年以后，因为我们领域的研究啊，你大概做十年只能讲一个半钟头啊，哦，因为不能讲数学，不能讲其他的所有东西，所以就只能秀那个图片给你们看，啊，所以十年的东西大概讲一个半小时，所以我在2024年如果退休的时候，大概我终身的一辈子的研究可以讲四个半小时，我算过了哈，四个半小时。等一下你们听听看为什么只能讲一个半小时。那我先简单的讲一下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我今天是第二个十年，第二个十年是有原因的哈。我是1998年那时候开始做数位典藏的计划。那这是一个国家型的，那时候还没开始，那时候是一个前导型的计划，我等一下会稍微简单的讲过去。那我想讲这个题目跟那个网际网络是有关系的哈。网际网络大概在1993年左右，那时候开始被发展出来。那所以在1995、96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对我们来讲，对我们那个时代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说我在念书的时候是大学是1970几，80年、81年毕业。那83年，82、83到美国去，83年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去 run program 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还是用 batch， 就是用一叠那个一盒的那个程式，然后去 run， 然后还要重新 run， 有时候弄错了还要重新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网际网络在1993年那时候开始蓬勃发展以来，在1996年、1995、1996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网际网络到法国的罗浮宫去看他们的那个画作，就是数位化的画作，可以去浏览。那时候对我们那一代的人来讲，尤其念资讯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但是更震撼的事情，其实是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东方其实没有好好的运用这个网际网络，所以事实上从文化面来讲的话，是一个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只看西方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方的东西我们没有建制起来，没有把它数位化。所以那时候我在猜，如果那时候我们没有开始做的话，20年后我们整个东方其实文化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啊，因为他们有文化的内涵，他们可以来影响我们这个整个年轻人这些新的世代，就像日本的漫画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孩子，是有很深的影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1998年开始，就台湾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网际网络的，就希望把它数位化哈。那时候有几个前导型的计划，好，那时候在1998年就有三个 pilot project，pilot project 就是先导型计划，一个是 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Cooperation Plan， 是2001年，那 Digital Museum Project 是1998年，我是1998年就开始投入。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 National Archive Digitization Program， 2001年，那做一个先导型计划，我们就试着把它数位化，希望把这些文化的内涵开始在我们的自己的内部，东方这边，是台湾这边，把它建构一些文化内涵的东西哈。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拿了一些钱，那中央也是其中之一，台大也是。那时候的主持人说，我们现在先不要发展技术，我们就只要让它能够上去，能够用就好了，能够看就好了。但是对我来讲，我不能够这样做。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要叫我做这个事情，我要带我的博士后，或者是我的博士班学生，你虽然给我钱，但是从我们资讯的领域的观点来讲，我如果来做 R&D 的时候，我如果只是做一些 service， 做一些Digitization 对我的学生是一个牺牲，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中医院一定要有研究，要有 science， 然后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如果是只是单纯的数位化的话，对学生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坚持说，我不管他讲什么，反正我就是做研究，做不出来没关系。那后来我们在2002年开始，就有一个第一期的叫做National Digital Archive Program， 这个 NDAP， 那是从2002年到2006年。那那时候我都很快乐在发展技术哈，那时候包括鸡尾酒浮水印，包括这个那个 dissolve detection， 那些我做了一些那个新闻局在用那个分镜的自动技术哈，那做 metadata， 那时候做了一些东西。那到了2006年的时候，这个那时候原来的 R&D 大家都不想当 R&D 主持人，因为当 R&D 的 PI 的话要去报告很累，我不如拿一些钱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研究，只要跟计划相关就好了。
那2006年那时候，那时候原来主持人简立峰简博士，他后来跑去被 Google 挖去当总经理。那时候的智慧所所长李德才李院士，现在是中兴大学校长，他就骗我说：“哎，廖同学，你是计算中心主任啊，你们计算中心有十几个人是领这个计划的钱，你就暂时代理一下 PI。”我就傻傻的，因为没有想太多，就说好啊，就接了，就一接就甩不掉了。到2016年的12月结束，我都当那个 R&D 的 PI。那时候在2006年结束以后，本来2007年又开始第二期的数位典藏5年计划，但是那时候国科会有意见，他认为说那时候中央大学那里有一个数位学习国家型计划，那你要做典藏不做学习，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国科会坚持说两个计划要 merge 在一起，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磨合了一年，然后2008年到2012年就第二期的。名字改了，叫做 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 Program， 就简称 TLDAP。那我还是当这个的，就是 R&D 的 PI。那时候的 involve 很多人哈，因为钱很多。我跟各位讲一下 R&D 的这个分项，就是我当主持人那个分项，一年的经费是1亿4千万。当你拿到这么多钱的时候，你手会发抖，尤其每次在签那个合约的时候，事实上。签的时候，有时候都要问一下会不会被抓去关啊？当然，这个国科会他把1亿放在里面，是让建立卓越团队给那个给数位学习那边建立数那个团队。那其实只有3-4千万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做 R&D。好，那当然有几个8个分项，第一个分项是专门扩充内容的，第二个分项是做 R&D 的，第三个分项就是数位这些平台，就是 platform， 就做联合目录。这个部分当然蛮重要，那么参与的机构非常多，也包括教育部，包括台大，包括历史博物馆，包括故宫博物院，包括中央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包括台湾大学，还有中研院等等都有参与。那基本上这些人，这些机构基本上是属于数位内容的提供者，就 content provider， 尤其中研院有很多史语所啊，那个进史所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所，他们有很多文献，所以把它数位化，它基本上是 content provider。然后再来是我们还有透过 request for proposal， 比如说师范大学有一些，师范大学那时候音乐系有很多台湾历代的很伟大的音乐家，比如姜文也等等，他们有一些声音的内容跟他们的手稿，所以要把它数位化，那不管声音或影像，所以收录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各位都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它是用多媒体的方式呈现的，也就是说它里面内容有声音，有影像，有文字档，还有视讯档。视讯档是最麻烦的，那这中间就牵涉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视讯它的资料量非常大，因为视讯它是有点像卡通影片一样，它要骗过你的视觉暂留，所以它规定每秒钟一定要24张以上，它要骗过你的视觉暂留。所以欧洲的规格跟美国的规格是不一样的，一个是25张，一个30张，一秒钟要25张或30张的影像的时候，事实上的资料量就非常大。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数位化很多老影片、老照片，那这些东西要变成数位化以后，放在资料库里面，放进去容易，就是花一点劳工、劳力。但是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去攫取？用快速的方法、自动的方法去找你要的东西，用自动的方法。我们都知道图书馆，我们要去找书的话，你要知道 author 的名字最好，对不对？然后他的书名是什么，所以去搜寻的时候速度会很快，可以搜寻得到。那接下来如果都建一个多媒体的资料库，包括电影，数位的电影，包括声音，包括影像，包括老照片，数位化这些东西你要去搜寻，要怎么搜寻？这个问题就是我们 R&D 的这个分项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就要做一个能够对这些复杂的，比如说视讯，能够做压缩。压缩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弄了一大堆视讯，那因为它量很大，所以我们必须做压缩。那现在比较常用的压缩可能就是之前的是 MPEG 1 就是 VCD， MPEG 2 DVD， MPEG 4， 然后接下来变 H.264。 如果说我是用一种标准，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下 MPEG 跟那个H.264 它是不一样的规格。MPEG 它是用 DCT， 是8×8 block 一个 block 去 encode 去编码的。
H.264 它是用四乘四的，所以这中间有很多 engineering。如果当初，如果现在我是用 MPEG 把它存起来的话，压缩的话，我过了二十年以后，过了几年以后变成 H.264， 那这中间的转档怎么转？这个都是 issue， 都是 research 的 issue。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快速的能够对这些大量的资料做注解、搜寻。这些都是一些 issue， 都是我们要去处理的。所以我也不愿意就是说只是去做 routine 的工作，因为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做完，你才有办法跟世界上来比。所以这是那时候我们当初坚持说一定要去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这是我们那时候建出来的六个主题，这是 portal。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第一个题目，就是 imaging painting。 imaging painting 中文叫做篡改术，就是影像篡改术。那你会说廖宏远，那就输入典藏，你要篡改历史吗？好，你要用影像篡改术，你要把毛泽东拿掉吗？还是把蒋介石放进去？反正就是你要篡改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篡改的目的就是各位都知道，李奥纳多演过一部电影叫《神鬼认证》。《神鬼认证》里面，李奥纳多他是一个全世界一等一的高手，篡改支票，就是改支票。他后来被 FBI 抓到，那个演那个 汤姆汉克斯。汤姆汉克斯就抓是 FBI 干员，后来抓到他。后来这个李奥纳多，他后来是为 FBI 工作，因为只要你一张伪造的支票过来，他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是这个是假的，因为他是用什么东西弄的，这哪里是假的，哪里他会知道。所以其实最高的高手，他一定要学会怎么偷，他才会知道怎么抓。所以我们要先从篡改术开始。篡改术就是怎么样在一张照片里面去做篡改。那我给各位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的学生，就是一个交大的博士班，现在已经在工作了。他那时候到那个2009年到埃及的那个一个国际会议开会，那他们到开罗的一个美术馆去看这个。那我这个学生，他是博班学生，交大的博班学生，这是清大的美女教授许秋玲教授。那那时候他就从侧面照了一张照片，那徐老师回来就我就跟他讲说，照了这一张，他说哇，这张赞赞赞，但是我们照高的地方是后面是谁啊？这个是清大电机系的黄仲明教授，他刚好很无趣的站在后面看，所以他就许秋玲教授说，那你可不可以拜托一下把他那个除掉啊？那你把他除掉哈。那除掉就是说视觉上让你看起来就是没有，这就是篡改术，这是属于篡改术。上次邵广昭那个所长啊，前所长邵广昭，他拿了一张照片给我，他说：“廖教授，你那么厉害，对不对？这样，你这里有一张照片哦，这上面有四个人，你能不能把其中一个人去掉，把其他三个人把他挪靠近一点？”啊，因为他说因为这张照片是一个期刊客座 guest editor， 四个里面有三个在里面，他希望他们就又干脆用那一张素材在大陆拍了一张照片，叫我把其中一个人拿掉，把其他三个人 merge 在一起。那我就拿回来了，就跟我的 post 打专门在做的 Nick， 他是那个谭家弄谭博士说，来，你帮他弄一下好了。结果他说，老师，你跟他讲，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糊弄我们呢？那四个人都是放上去的。好，了解吗？那一张照片是假的，对啊，哎，所以去告诉他，结果大陆的那边就说，很厉害厉害，我们台湾还是不错的。好，那要做这样的照片，要做老照片的时候，通常老照片它会花比较黄色，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处理的是亮度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比较黄的照片变成这个样子。那么皱褶的部分就比较没办法，照片为什么会变色或者是？那个有皱褶，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前早期都是用底片照的，就是100或400的曝光，然后有24张或36张这样拍，所以拿那个胶卷去洗出来的照片放在抽屉里，那放久了以后，我挡住你了，放久了以后，你可以用篡改术把我移掉，那个放久了以后，它就会有时候输压到或干嘛，它就有皱褶。有皱褶就会产生这样的东西，那久了当然颜色会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想办法把它那个颜色调回来，第二个把它的皱褶去掉，自动的去做，因为这是档案局，那时候我们档案局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处理一些老照片，但是我们又想偷懒，
因为我们不想说档案局就说，哎，那教授这里有一批照片都给你，请你帮我们弄。我们最好的方法是，资讯的人应该就是说设法发展出一些 algorithm， 让连不会使用电脑的人都能用。那就是我们就偷懒，那我们要很聪明才能偷懒，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自动的工具让他们用。哦，这个技术在2010年的11月寄转给国家档案局。等一下有一个视讯的篡改书是在2011年的12月寄转给国家档案局。我们花了1年半的时间把这个界面做出来，让他们能够用。哦，好，那这个是这个部分。那你会问我说，这个到底在干嘛？是数学？数学这个？这个照片的部分，我们用别人的东西，因为别人已经做过了。那我先介绍一下彩色的部分。其实假设说这张照片是被破坏的，下面白色的部分是被破坏的，上面是有颜色的部分是好的。这两个数学式在告诉你们，就是说这是一个叫 confidence term， 这叫 data term， 这两个看起来很复杂，你不要理他们。那到底在讲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好的这边的照片，我们希望用好的资料往这边慢慢挪移，用好的来影响，来猜说不好的地方应该是什么东西扩散。那这里有一条线，红色的 curve， 它其实用这个方块啊，就沿着这个 curve 中心点，沿着 curve 去看到这个框框要放在哪里，开始修补。啊，我讲个故事，这个太难了。我就说为什么10年的东西只能讲一个半钟头，原因因为我在讲故事。有个老太太，她住在台北市，然后她有点失智，所以她有天走丢了。就他跑到警察局去，警察就问他说：“哎，老太，你家附近有什么特征没有？”我说：“有 ，7-Eleven。”哦，因为警察都从椅子上摔下来。那台北是有3000家 7-Eleven 哦。他说：“啊，隔壁还有一家那个莱尔富。”哦，警察慢慢站起来说：“哎，那你还有别的？还有别的？”说：“有，对面还有个 OK 便利商。”那这样大家松了一口气，因为全台北是这样的组合，可能只这样30个，要找就容易，范围就缩小了。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这两个事就在讲这个故事，我就告诉你说，你要从哪里开始呢？就找一个最复杂的地方，最复杂的地方，那个资料最丰富的地方。因为你从那里开始往这边修补的时候，它产生的错误会最小。那因为这种错误在这里一旦错了，它会传到别的地方去，会影响到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 error propagation 这个错误的传递越少越好，所以我们找一个资料最丰富的地方，所以它有个 confidence and data term 合起来就变成一个 priority term 哈，这简单了，这也很简单了哈。那这就是我们找的哈。那这张照片我们就处理用 confidence term and data term 去找到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就留着合起来以后，就让这个档案局的小姐或先生不会电脑的这些人有一个滑鼠。他去判断说哪些地方是需要改的，哪些地方不需要改，就勾一勾，勾一勾，那他自动他就帮你做好了。哦，这是做好的。当然还是有一些缺点，因为有些地方还是做的不是很好。不过比起这一张是好多了。啊，哦，好，这个是有关于那个数位，就是影像篡改。那接下来我要讲视讯篡改。那视讯篡改原因跟刚刚的一样，视讯篡改的原因是因为我要会篡改，我才有办法修补。所以我先讲篡改，等一下再讲修补啊。那篡改这篇 paper 就是我那个博士后跟我一起做这个题目的，他拿博士在我这边已经工作很久，因为他的学校出生的学校比较，所以他吃了很多亏，但是他做研究做得很好。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做视讯的话，你 painting 要怎么做呢？通常是这样哈，视讯我刚刚讲过，它是一秒钟，它要骗过你的视觉占有，所以它是一秒钟25张或30张的速度。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先挑第一张，这里有一条狗，我想把这条狗从这第一张用一个刷子把它刷一下，那这个旁边四面八方的沙就会往里面聚集，就像刚刚那个 image and painting 一样，它就想办法去骗过你的眼睛。那你看起来好像没发生的事情了，那这样就从这张开始，后面就自动的，它就会把狗去掉。好，那这个道理大概是这样嘛。像这个断掉的地方只有这么小的话，我们其实用简单的 pixel interpolation 就好了，很简单就可以做到。像这种照片这么漂亮，这个女生也漂亮，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问题，就年轻的时候交了别的女朋友，那你想留住这张照片？但是呢，又不想让这个让你太太看到，
那你如果挖掉的话，这里挖掉以后，这里就黑黑的一块，它不会跟上面，它不会是挖掉以后上面有景色，不会的。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把从四面八方大块的，我们用 patch 把它补过来，让你这是它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你视觉上看起来以为是真的。好，尤其视讯更好做，因为视讯它有很多张，它时间轴有很多张连续的，所以你可以去借别的张的其他的地方来把它修补。好，所以大概概念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做，我就用这张图就好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拿掉，先做亮度处理，在时间轴上的运动，我们去把它找，尽量找出来有破损的地方，我就把它修补。然后处理完了以后，时间轴处理完了以后，我就处理空间，处理每个 frame 里面坏掉的，把它修补起来。那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好，那这个就是 motion 哈 ，motion 有两种，一种是 global motion， 跟丝丝有两种一样，丝丝有一种感冒胶囊，一种皮。那个鼻炎胶囊，我觉得它广告非常非常成功。为什么？因为我就知道鼻炎要吃嘛。感冒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那个什么胶囊，什么胶囊。那它的广告很成功，因为我都背起来，所以我都感冒的时候我就买丝丝来吃。那同样的道理，运动有两种，在一个 video 里面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 global motion， 一种是 local motion。global motion 是 camera 引起的，就是你在运镜的时候，它整里面都是随着 camera 在动，所以它是一个 global 的 motion。local motion 就是里面的东西在动，我们要通常要处理里面会动的东西，以前要先处理 global motion， 把它补回来以后再去处理 local motion， 这样才会正确啊。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补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个优势，就是说因为它在时间轴上，它每秒钟要30张，所以它可以去前后找一些撕掉的一些或者原来没有的东西，去前后去找把它补上去。那再来，如果找不到的话，它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原来其他地方有没有可以用的，把它拿来用。那最后呢，就是秀结果。这条狗很无辜，被我秀了很多次了哈。好，这条狗，好，这条狗，好，那各位仔细看一下，它有真的成功吗？哈，狗不见了，影子还在哈，好。其实鬼片就这样拍的啦，所以我跟我女儿讲说，你不要害怕鬼，鬼其实都是爸爸干的，好像是那个等一下还有更鬼哈，你看这里，这个是70、80年前哈，国民大会开会的时候，这个招待所，第四招待所，那些夫人们哈，要给记者照相，所以呢，国民大会代表的太太，他们从里面走出来，啊，这样，我本来是想就跟恶作剧一点，因为我太太长得蛮古典的，我本来想把她弄成黑白，然后塞到把一个里面拿掉。把中间一个拿出来，然后把我太太塞进去，但是我后来怕她打我，所以我就不敢了哈。所以呢，好，各位看一下这里，这里有一条红线，我过了这里就要让它不见。这是古时候的照片，这是老影片哦哈，它是本来是用胶卷的，那我们现在把它数位化，然后可以做这件事情。各位有看到有鬼影对不对？不见了。这里就这条线就是一个时空的门了，过去以后只看到影子这样。那接下来这里我们用一个 Poisson 那个朗尼涅 filtering， 这样一看就把它修都弄好了，就变得很清楚。所以各位想想看，是不是可以篡改历史？是可以篡改历史的，篡改历史不难，可以篡改。我把人里面的人，那你看起来都一样的，可以把它拿掉。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在篡改历史，我们的目的是在修改坏掉的老影片。所以接下来修一下，这边中影拿的老影片是9秒钟，它这里会白白的地方，是因为这胶卷放在地下室放久了，它很潮湿，所以它长霉。好，那我们用刚刚那样的篡改术的反过来，反正我们想办法去把它做处理，那我们就可以做，当然不是100%很漂亮，但是。就可以做的比原来的修复了，比较就是比原来的好很多。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好，这里就修复了，然后影片。那这个讲很容易，讲很容易。那我们想把这个软体直接拿给国家档案局，跟那些小姐先生讲说，你们就用这个软体去修复这个东西。
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花了一年半，这个唐博士花了一年半，他做了一个界面，这是在2011年的12月寄转给国家档案局。这张影片，这张 frame 是要修补的，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用个刷子把它刷一下，就是这个部分是被长霉的，我想把它刷掉以后，这个唐博士他做了10个版本，就是说第一个版本可能是利用前面时间轴的前面两三张，第二个版本是后面的两张，第三个版本是前面两张后面两张，这样有10个版本，不同的版本他取不一样的区间去修复这一个，那这里这几个版本就是他不同的版本。所以这位修复这些老影片的先生或小姐，他只要看着这十个版本，看哪一个最好，第7勾起来，然后就取代这一张。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就可以自动用半自动的方法，但是已经比以前方便很多。以前你要修复这样的东西，尤其你要知道照相馆它怎么修复这个东西，它就是想办法，当然会把你变得漂亮一点。我这个没有办法把你变漂亮了，但是至少就可以把一些不好的地方把它尽量的把它修复，这样。哦，这是自动的。好，那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啊，我的意思，为什么在这里秀这个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做这么无聊的东西还可以出 paper， 哦，还可以出很好的 paper， 就是你只要用心，你只要把它放在科学上面，心向科学，不要用既有的素材是很糟的，因为那东西很难出 paper。但是我只要想一个好的题目，做在这上面，又可以做在真正的应用上面，又可以真正发表论文，我就不会牺牲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以后有前途，我不能够牺牲他们，但是我要做这么烂的题目，所以我要想一个好的科学的里面。那这篇 paper 是做什么呢？是做当有一个动作，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背景的东西，背景的东西要补很容易，因为时间轴那个背景都不太会动嘛。但是如果前景的东西刚好被这个掌雷遮到的话怎么办？比如说我在走路走到一半，刚好有一个地方坏掉了，中间有个动作掉了6-7张的时候，我怎么样去修复？人的动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作，因为人是高度的截肢运动，就是 articulated motion， 它就会很多关节在动。你不相信，你动动看你身上啊，就是有很多关节，那它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运动体。所以当它在走路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在动。那我怎么样利用很短的、很精确的描述这些变化，然后把它补进去？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那我们先举个例子，最简单的，这两个人，他从一个从那边走过来，这都是我的学生哦，一个从那边走过来，一个从那边走过去，中间有交汇，这个交汇的这个人呢，我可不可以把他拿掉，让那个被挡住的人从左边走到右边都没有被挡住，可不可以？哦，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问题，就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当被挡住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影片在某些地方会动的地方，它被掌霉破坏了以后，我怎么样去把它修复回来？这个问题，前面的问题比较容易，因为背景，这里是前景，前景的地方比较难。好，那我们刚才做了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说，我先把复杂的躯干，简单的用一些投影把它分割。啊，这里用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是跟各位男生朋友讲啊，你要运动啊，你看这个地方其实肚脐啊，它的运动投影过来，最少的地方是在肚脐。所以你的肚脐，如果肚子很大的话，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其实运动量是最小的，因为我们把各种不同的运动把它投影过来以后 ，normalize 以后，发现这个最低的运动量最低的地方就是肚脐的地方。所以我们把这个人的身体分个上半部跟下半部去描述。那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具体的描述，然后我们才有办法把它修补，对不对？那我们用的方法就是 show context， 是大家不一定要知道了，反正就是要描述，对不对？但是这个下面比较重要，下面这李志豪博士应该在吧？李志豪，李教授应该在，对，他是数学系，我不敢乱讲，我知道确定他来，我就不敢乱讲。那个空间转换，哈，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语义上是这样讲，就是说我希望说在原来的 space 里面，我如果要做动作的描述的话，每一个人不同，要描述的很复杂。我可不可以把它转换到一个转换的 space 里面去，让它在这里，在那个地方旋转、平移跟大小变化都没有关系？好，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要做，把这原来的那个姿势，原来做了很多姿势，一个一个姿势，把它希望搬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搬法是用一个 isomap， 它是一个能力的 dimension reduction 的方法。它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说，
我希望把台北市的人全部搬到高雄，但是有一个限制，有个条件限制，就是我希望大安区的人还是在高雄，还是在大安区；大同区的人还是在大同区；文山区的人过去大同，高雄以后还是聚在，就是能够聚在一起，就是 neighborhood 要把它保持住。那这样的话，就是透过一个所谓的 ISO map 的一个方法。好，那用这个图来解释比较容易了哈。假设说我有一个连续的动作，这么多张。在这个 transform 的 space， 刚刚讲那个 transform 的一个 manifold space， 它这个动作从这里到这里是沿着这条轨迹这样过来，一直到这里，有个红线哈。假设说我因为长霉的关系，这里中间断掉了几个 frame， 它相当于说我走到这里以后断掉了，然后到这里又开始。那我怎么样从这个地方沿着这个路径，沿着中间有很多点，我找到一个最适当的轨迹？让它走到这里，让它看起来连起来以后，让它视觉上看起来是连续的，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问题就是这样。好，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我刚刚讲过，我们把 neighbor 把那个 neighbor 都全部翻过去了，所以 neighbor 还是 neighbor， 到了高雄还是 neighbor。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求说，我们在一步一步在找的时候，你找的下一个人一定要是你的 neighbor 很近。第二个就是你找的时候那个方向性一定要不能变化太大，因为他希望说他的变化不能太大，所以我们有做了这两个限制。好，那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传统的 forward， 好，往前 prediction， 然后再做一个 backward prediction， 然后把 forward 跟 backward prediction 每一个点我们都排一个 priority list， 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每个沿路的点每一个都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这里要讲个故事，讲一个人生的故事。这个每一个第一名一定最后结果是第一名，你们我小孩子都知道，你小孩子每个月考都考第一名，他联考不一定第一名。所以这个是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他在 local， 他在拼一下他可以，但是他没有 global view， 他没有比较大的一个视野，没有一个思考，那个大方向比较大的规模的一个思考，所以他就算他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名，但是他只有在那里第一名，他出去就不会第一名了，因为有些调皮捣蛋的，他在桌球场上踢了很多东西，又考出来的东西，足球风要怎么吹，那个考试里面课本里面都没有讲，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学问其实是乱七八糟凑过来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用一个 Marco Random Field， 他做的就是 Global Optimization， 就是说他不是取每一个都第一名，它是取什么东西合起来以后会变全部的第一名，让你视觉上看起来是很连续的这样的动作。好，那这个我这里就秀一下，这是我的学生，就是刚照相的那个学生。好，这是交大的国大学，他已经毕业了，他是志愿工作。那这里他的动作，那我们这里要做的，我们界面是这样，就是说我把他刚刚的动作扣掉，从第几个 frame 到第几个 frame 都把它去掉。就用人工方法把它去掉，那我们用 forward backward tracking， 然后 optimize 以后找到这些东西，我算出来以后塞进去，就希望它在视觉上看起来，虽然这七张不见了，但是我去别的地方找来的，让它塞进去这个 sequence 以后，让你这动作看起来是连续的，好不好？好，大概是这样。好，那我要秀一下。这里有一个路灯，这是国外常常发生的。这是我们丢期刊的时候，那个 editor 说你们要试试看这个 benchmark， 看看可不可以要跟别人比。啊，这是我再播一次，他走过这一个柱子。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好像走过这个柱子没有那个柱子一样，好不好？那各位看一下，哎，抱歉，好，就这样，他就是。我们比那个最好的都好，我现在就不要播，那个QuickTime那有一点问题。好，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这是我们原来给的例子，这是我一个学生，我找了一个最胖的学生。因为为什么要找个最胖的学生？因为他从后面走过去的时候，最胖的学生可以遮最久，那一直就是那个难度是最难的。那我们各位看一下，你看他被遮了很久，因为他很瘦，他被遮了两倍的时间。那这是我们想办法在identify the occluded object， 那这是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好像那个人没有站在那里一样。好，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的。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更绝了哈，
有一天那个现在计算中心主任王大伟，王大伟他就跟我说，哎，廖宏远，你那么厉害，你这样，那个活动中心前面那个两个钟点，你能叫他打起来。我说你疯了，那900万买的，那900万人家送的了，对不对？因为打起来万一坏掉怎么办？好，但是他倒是给我一个 idea， 一个好的想法，就是说我能不能只给我一张照片，我叫他动起来？我帮你照一张照片，我叫你动起来，可以吗？可以耶，用刚刚那个想法就可以哦。这样，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哈，啊，是不要讲的了哈，就这样。这是巴西的女总统，就是最近被骂得很惨的。就是他巴西用了100多亿，然后世界足球赛，然后就没有得第一名，所以很惨。那我们只有他的照片一张，我可不可以让他动？可不可以让他动？那这就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刚刚我讲说我们把，你最好，如果你兄，我如果讲错你纠正我，但是最好不要纠正，私下再讲好了。那个我们在做那个Transform 的时候，我刚刚讲过，我如果到 Transform domain 去的话 ，Manifold domain 去的话，我可以 Rotation、Translation、Scaling、Invariant 就是都不变。那我不能够叫这个总统做一些动作给我看啊，我怎么办？因为在那边 Rotation、Translation、Scaling、Invariant， 我叫一个学生做就好了。我叫一个学生做。然后在那里留一些轨迹在那边，对不对？所以这张照片我就会可以把它 normalize， 然后转换到那个 space 去找它的轨迹，看它 match 到哪个点。match 到以后，我往两边拉，然后再把 3D 的 match 弄上去，这就被做出来了。所以它就可以动了。当然还是有一个缺点，因为那个袖子我也没办法。有些东西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它动了，而且你看往上超过这个角度，往下也超过这个角度，好，那所以呢，刘德华也可以动了，毛泽东也可以动了，院长也可以动，对，院长也可以动，所以院长呢只有这张照片，而且是我们从网上随便抓一张照片，那就没办法动，所以其实研究是蛮好玩的，你如果不进攻那个，不嫌自己钱赚的不多，其实做研究是非常有趣的。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这个 tunnel production， 这个跟数位典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有些老影片它拍照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的照相机不好，所以它的那个以前就是不是数位的，现在是数位，以前都是那个 analog， 所以照的时候它那个。如果 contrast 调得不好，就是它的对比调得不好的话，它其实会有些地方它的呈现会非常的不好。所以这个 tunnel production 的意思就是说，自动的去找出照片里面那个对比比较差的 contrast 比较差的地方，因为通常对比比较差的意思就是说它的 gray level 的变化很小，所以很频繁，所以你看不出它里面的细节，看不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同学叫肖敦玉，我有写过一篇周报的文章在写他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结果写完以后写得太感人了，很多总办处的小姐问我说他在哪里想要嫁给他，称赞他很优秀了，他现在还在那个西雅图，Washington Seattle 在念博士，因为快毕业了，台大电机系毕业了。那这个就是 tunnel production， 我现在就这一张我本来看不清楚，我经过 tunnel production 以后，我就可以看到这对情侣在沙滩上在烤肉，这是比较早期做的，2008-09那时候做的。好，那第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先把对比比较低的地方找出来，然后呢把这些地方比较接近的地方做 aggregation， 那再来就是把它干脆就 aggregate 完以后就把它对比把它放大，比如说它中间这里的 gray level 本来只有10，我现在把它加大变成50，那这样它对比就出来，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但是这个地方有个难的地方，就是说你把这个区域对比放大了，别的地方怎么办？视觉上是非常突兀的，所以我们要去处理边界。那我们就用一个 bilateral 的那个 filtering 把它处理完，就变这样。那讲是很容易啊，讲是很容易，但是做一年半，做很久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一下，10年的东西一个半钟头就讲完了。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那时候做出来的结果。不过有个坏处哦，这样的话我们出去照相乱照，因为反正无所谓。啊，这个也是。这个是那个刑案的照片，从网络上抓下来。这是真正那个，这你看，这是枪，就是拿机关枪、冲锋枪。这是一个歹徒，他觉得自己够黑，所以他就看着镜头，不会喜欢抓哈。结果就不太好，那边找出来了。好，那这是那个。那这是老照片，因为我们的 target 是老照片，我们要做的是老照片。所以老照片其实很难做，因为它这个桌子底下都黑的，那这里蛋糕也都没有纹路，那弄下去以后，这个蛋糕也有了纹路，小孩子笑容也有灿烂一点，桌子底下东西也看得到，就是它改善了这个老照片的数位化的老照片的品质，这样。好，好。那接下来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也是在有些老影片，它因为在战场拍摄，在战场，所以拍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办法固定，因为在战场你不能固定，固定枪就打到了，所以一边拍就是子弹飞过来就怎么，所以它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震动的问题。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震动的东西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是一个从舰艇上拍的那个，这个是另外那个车子上面拍到的一个上上下下震动的车子。那我们这个怎么做呢？我们这个做法是，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样会震动的东西把它 compensate 回来。好，你看各位看一下旁边的好像有个避震器，它把它吸收，就可以把它吸掉，中间就很稳定这样。那其实你们现在应该比较了解为什么有钱人会活得比较久。因为有钱人他开的车子其实都是双 B 的，双 B 的避震都非常好。那像我家里比较穷，我就开那个米其林，那个比较差。你知道我们周边有很多避那个很多 bumper， 就是那个面包嘛，跳过去的五脏六腑就跳一下。但是如果开双 B 的，它是避震器把它吸掉了，所以它就可以活得比较久。因为其实常常怀疑我的五脏有异味。好，那这里做法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做法是这样，用一个 X 轴随着时间轴叫 XT slice，Y 轴这条 Y 轴随着时间变化一个 Y slice， Y 就 YT slice， 是 XT slice，YT slice。我它扭曲的很厉害，因为它有震动，所以我们想办法用影像处理的方法把它做 pattern smoothing， 再带回来以后，这影片就被修补了，就好像加州洛杉矶的一些房子，它因为大地震以后，它就设计好像一个水槽，这样里面放了很多水，然后那个地震大地震来的时候房子都没摇，就是那一桶水在摇，那中间的东西用一个陀螺把它，这上面有个陀螺把它固定住，这样我讲的不一定对的，我只是跟你们讲一下它是被吸掉了。那这左边这里是那个，右边这是被 stabilize 的那个啊，左边这个是会跳的，右边这是被 stabilize 的结果。啊，这个就是可以去修复那个老的影片震动的问题。好，那这里又有个故事了。做研究，我跟我学生讲说，你们老师做研究，每一个研究都有个故事可以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先讲了哈。这个陈东义博士现在是原子大学电机系的副教授，他做得非常好，现在已经快升教授了。他那时候是我的 postdoc， 那时候在中院跟我做 postdoc。他交大的博士，这个陈博士他结婚了。那做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是这样，就说广，因为我在2004到2008，还有2008到2012参加了一个另外一个计划，叫做科专，就是经济部的学界科专。他的主持人是交通大学那个蔡文祥副校长，他也是亚洲大学的前校长。那他们要求很严格，他就把我们定得好紧这样子。所以，其实经济部的计划它是以交大为主体，那个它是规定我们说，你在4年内要计转100万。那以前我其实很少想到要去计转，
你这些东西做得很好玩，其实不需要钱，那个是已经让你够欢够高兴的，而且那么忙没有时间花钱，也蛮有钱的。好，所以比较没有想到要去赚钱，但是因为科专它规定你，经济部规定你要计转，计转的钱10%，20%是归经济部，经济部也要有业绩嘛，10%会归给交通大学，因为不喜欢弄到中研院，因为会录影嘛。中研院他只回馈10%，那对我来讲，我做这个计划如果做完的话，他给我70%，我就可以让学生出国，那让他们做很多本来不能做的事情。那这个成功呢，我们做的一个题目是一个叫做，就在一个电视墙上面放一个摄影机，那要展览的时候，希望说知道说，这今天8个小时在展览的时候，有多少人来看过这一个电视墙，看过这个广告，或者是这一个 booth， 那所以他一定要看这边。那我要算到底有多少人，那你不能重复算啊，因为算不准的话，那个业主不要这个广告机哈。所以这个成本也就，我们那时候是2008年一月接这个计划，因为他要给我80万。那我想说，我那时候觉得中研院的名称还是很重要，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讲一点好听的点。我就跟他讲说，如果做不出来不要钱，好。但是那时候我就2008年一月，我就弄了3个 postdoc 去做这个事情，等钱都不够。就是说那个一个做一个人一组，就陈东玉、陈波是一组，另外2个 postdoc 另外一组。其实2个我知道他们做不出来，因为他们不是这个专长，我是故意骗陈东玉的，就让他们在3个月内要做出来，因为4月要展览。所以我就说，我们每个礼拜一哈，我们就开会。礼拜4就跟厂商讨论到底要怎么样继续做上去。礼拜1是我们内部开会。礼拜1我只要看到陈东玉投滴滴，我就知道完了。好，那我们的一月那时候快过年了，1月到2月1个月都没做出东西，因为我们刚开始想偷懒，想要 open source 的那个 face detector， 那拿来都不能用，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只做2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做出来了。那陈东玉陈博士他太太，他们新婚没有多久，对小孩子很小。那陈东玉，你知道我的礼拜1验收对不对？开会，他礼拜1，你就知道他有很痛苦的礼拜6跟礼拜天。那他每次他太太更痛苦，因为太太每次陈东玉就带着这个摄影机回家，然后他就一直换衣服，然后他儿子也一直换衣服，就是爸爸要测试这个系统到底好不好，所以他们周末都在换衣服了。我太太跟我说，我要做研究的，做研究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我穷得要死，然后还要叫我一直换衣服啊，对啊。所以但是呢，三个月以后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不要讲细节，我们就做出来了。这个就陈东玉，陈博士啊，这个是肖东玉，就刚刚我讲的汤伟博大学，现在也有 Washington Seattle 那个啊，这个孙世伟博士，他现在在台北艺术大学当助理教授。好，这些人在做测试，那大概就是这样了哈。测试的结果就是，这是那个当年这个东西是2004、2008年的4月做出来的，系统就做出来了。然后我们得到那年年底得到那个经济部中小企业用这个产品得到中小企业那个杰出研究奖。2009年的台北 Computex 台北的 Best Choice Award 啊，就这么80万。然后我把这个技术就寄转给他 H 那个环基公司，就80万，就是他讲的80万，又做出来的时候有收钱。那这是他们得奖的那个 logo， 那这个是展览，4月的展览，4月从16号到18号3天，每天8个小时，总共24个小时。环基公司派了2个人在下面算光出，就是算到底有多少人是对不对还是不对，正确率90%。这是8月的时候，8月21到24，也是4天，总共有7天，56个小时，正确率90。好，对广告主来讲，90是最好的数字。你不能150啊，因为他用人数来算多少钱呢？150是太多了，那90是打一点折，对吧？又不会太低，用50跟玩具一样啊，50不如用点名算了哈。好，那这刚刚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哦，对，刚刚还没讲完，做完这个以后，
80×7，70%，87%嘛，因为20%给经济部，10%给交通大学做管理费，70%就回到我实验室。那我就把20万给陈登宇陈博士，然后他我们那个那年有两个会议，一个在德国，一个在希腊。那我就用我国科会的经费让陈登宇博士去开会，然后带他太太一起去，我给他20万嘛。去了两次以后，会议以后，他太太现在回来问他说还有没有计划？那出国很好啊，对吧？做研究可以出国这样，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哈，就是好玩就是好玩在这里。你大部分时候当然很痛苦啊，但是当衣服换很多可以出国的时候也不错。那接下来，我刚刚忘记跟各位讲，我们在做 people counting 到底干什么样，跟数位典藏有什么关系？它跟数位典藏的关系是这样，因为我刚刚讲过，我们收录了很多 video digitized 的 video 在 database 里面，我们希望说快速搜寻，对不对？如果我有办法很快的知道说这个 video 算过去，我知道说这个 video 的片段大概有多少人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个快速搜寻。我就说 ，OK， 你把这个片海里面这么多的 video， 你给我找有超过10个人以上的片段给我找出来，这样的话是一个初搜寻。所以 people counting 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又做了另外一个研究，就是 two pass 的一个方法去算。这个算法不太一样，这个跟在那个广告机前面站在那里看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地方是乱七八糟的，就是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有多少人，你用算都要算一阵的，好，那这个地方也是到底有多少人你要算一下，这很困难。那难的问题，难的原因是因为通常 camera 通常那个 camcorder 它的解析度是不好的，然后再来就是人群常常会有互相遮蔽的问题，然后在外观上也不一样，有些人蹲着，有人站着，有些脚踏车骑过去，所以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问题。那做这个东西，我刚刚讲过，它可以去做初搜寻，就是对于视讯的初搜寻，但是它还有其他的商机。什么商机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路口这里，我如果放一个 camera 在这里，放一两个 camera， 然后我知道说现在人很多，我可以做 traffic control， 我可以告诉那个交通号志说，哎，你现在可以快换灯，因为现在人很多聚在这里。在捷运或者是百货公司，它可能有好几个 escalator， 就是电扶梯。如果随时随地都开着，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如果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估测大概有多少人的时候，或者是捷运出来多少人的时候，我可以只开一步或开三步，就是有这样来做人流控制，所以它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们的方法我就不要讲细节哈，就有两个 pass， 一个是算 regular 的部分，一个是 residual 的部分。哦，用图看比较容易。我们第一个 pass 是我们是用 block base， 因为不可能去用人情去算，因为这样算会算得太慢。因为你要去 match 说，哦，这里一个人，这里一个人，这样用个模型去对的话，这样算起来太慢。所以我们是把一人当作一坨人，就是一群人是一坨人，比较大坨，然后一个人就比较小坨，就是 block， 用 block 的 base 的方法去算。所以我们这样这一坨的话，这里有两个人，但是因为他们互相遮蔽，所以他会其实他的面积会变小，所以会被扣掉。所以我们在第二个步的时候就是把它加回来。另外一个会多出来的是反过来会多出来，就是有阴影的部分。如果阴影的时候，他其实本来一个人，他变成 1.4、1.5个人。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在第二个 pass residual 部分的时候要把它扣回来。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些方法去做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 pass。 好，那我们用 ensemble kernel 这些东西，有一些数学，然后不要讲这个。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一坨人在不同的位置，因为有那个 perspective effect， 所以比较远跟比较近它的大小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些问题，还有 mapping 的问题，还有遮蔽的问题等等。好，那这是第二个 pass， 就是要算阴影的部分，就 occlusion 跟阴影的部分，那我们要把想办法把它加回去，捡回来，然后估测这个是那个 field of view 里面到底有多少人。那我们的速度大概多快呢？是1秒钟10张，1秒钟10张其实是绰绰有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我要估测这里，我们其实政府也很希望这个，因为尤其群众运动的时候，他有估测总统前面到底有多少人，好，有多少人在那里。那我们不好意思讲了，那个警察其实在找我这边，那你们哎，这个借你用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实验的结果。那我们当然要跟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比。哦，这篇 paper 其实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做这种好像很应用的题目，其实不是不见得能上最好的东西。我们这个 paper 是上那个有一个叫 ACM 的 Multimedia Conference， 它录取率大概不到20，
是一个 long paper，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论文。那我们当然要跟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比。光处理是连算的，它是用红色的线，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 red curve。那如果有一个 state of the art 是叫做 Gaussian process， 就是用 green 的绿色的 curve， 然后 frame average 它是用 yellow curve， 那我们的方法我们是用 blue curve， 所以等一下你仔细看看 blue 跟 red 是不是最接近，就知道我们的结果是不是最好。那我们用两个 camera，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在走这四条线，四个 curve 在走，蓝色的跟红色的线其实是贴紧在一起的，黄色跟绿色的线就离得比较远。好，我不一定秀的太多，我秀后面那个比较清楚。那这一个 benchmark 是 UCSD， 就是那个圣地亚哥学校他们做的，用六七个 camera 照出来的其中一个。那他们要做实验，所以他们就用一个 benchmark， 所以所有东西都要跟他们比，用这个东西当基础，然后去跟别的东西比。那等一下人，他有一个人很多的地方突然就会包起来，各位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方法都是跟那个光处是最接近的。人现在开始多起来，就一群人哈、哦。那一秒钟大概十张，一秒钟本来速度是三十张，那我们大概可以算十张，所以它其实应该算很接近 real time， 好、哦，够用了。好、哦，一秒钟报告两张其实就够用了。好，好，这是我最后一个要讲的东西。这个东西你会不会讲说这到底有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在做数位典藏的时候，我们要处理很多的 content， 就是内容。那如果我能够随心所欲去弄，就像说有时候武侠片里面的演员，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武侠片，武侠片那个最笨蛋的就是切一个剑侠，他就把那个钟切两块，最厉害最厉害的剑侠可能用剑气，就很厉害的就用剑气就能把你削了，那最厉害的是用意念，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东西就是一个意境嘛，就做一个意境，就是说谁比较厉害。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我现在先讲给你们听要做什么。你们如果不会指挥没关系哦，这里那个叶泽华，刚刚我跟你们讲那个叶泽华叶博士在这里，中间有一块很重要的部分是他做出来的。那我们现在想法是这样，好，你不会指挥没关系，我们现在先移到一个摄影机前面，先这样比一下，就比就可以了，动作速度多快多慢没关系，随便。但是我等一下最后做出来是说，你可以指挥任何音乐，快慢大小，我等一下就把你弄成都可以这样子，变好像是你在指挥这样子。那这中间的问题就有一点困难了哈。好，那我们第一步要处理的就是说，二度空间到三度空间之间有一个很大的 gap。各位看一下哈，这是二维的哈 ，RGB。这是我们希望，这是用 Kinect 哈，用 Microsoft 的 Kinect 抓出来的 skeleton 的 sequence。我们希望它变成二维的东西，希望它变成三维的东西，那再是变成骨架化的动作。但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gap， 就是二维的东西到三维的东西，其实它的这个是很大的。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二维的东西，我刚刚因为我是在讲说，我拍了一个这样的东西，等一下要去指挥各种不同的音乐，那当然需要处理用三维来，三维的估测出来，又再回头去操纵这个动作，你才有办法操纵很漂亮很棒。所以这中间有个 gap， 我们需要把它填平。那所以我们就分两路进行。叶泽华叶博士那边我就叫他说，先跳过去，跳过二维到三维，就直接用 Kinect Microsoft Kinect 直接就，因为 Microsoft Kinect 它拍的时候它可以拍就是 RGB， 就是平常的 RGB sequence 跟 depth 的 sequence 跟 skeleton sequence 三个都可以拍到，但是它有个限制，就是它的距离要在 3.5 公尺以内才可以拍得好。所以我们不可能每一个 sequence， 比如说当然我们这个你这样弄，我们这样在某个摄影机前面这样弄是可以的，因为它 Kinect 可以拍，但 Kinect 比较贵啊，你可以弄一个普通的摄影机就可以做的话是最好。那我们第一步做的是怎么样填补这二维跟三维的关系哈？那举例说，
我这里是用 Kinect 抓到这个人的 RGB sequence， 你看有 depth， 这是深度的，这是 skeleton sequence。那刚刚我讲过，它的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距离必须要3.5公尺以内。那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我就请我们学生大家帮忙哈，我们实验室大家去运动一下，就是做各种不同的动作，用 Kinect 抓两个角度，一个是零度，一个是45度。哎，这是45度吗？啊，没错吧？啊，45度，就两个角度，那大家都做不同的动作，做很多项。我记得我那天也去跳来跳去，这个就是我。学生就是学生最好欺负我的时候了，就是说，老师你往后走，往前走，跳上去，趴下去这样哈，那要乖乖的听话，要拍这些东西。好，那我们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利用一个 RGB， 因为 RGB 系统它没有3.5公尺的那个。通常因为我用 Kinect 它要建这个 database 的时候，它的限制是要3.5公尺以内。但是我如果有一个影片，它刚好是我在做的时候根本没有 Kinect， 那它有个 RGB 就是二度的这样的 sequence， 我怎么样利用它去钓鱼，钓到它对应的动作，然后顺便可以利用它的深度跟它的骨架的这些动作拿来用，这是我们的想法哈。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OK。我先用那个 RGB 系统去钓鱼，钓到以后就同时可以用它的深度跟 skeleton 的 information。那要做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你如果说想同时用 RGB 跟用 depth 的 information 的话，它的两个坐标系统，它的 feature space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透过一个叫做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把这两个坐标系统带到一个正规化的坐标系统。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用两个东西一起用啊，这是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看了，各位看一下，昨天这个两个人很远，对不对？他是超过3.5公尺，一个是在 check 手表，一个是 cross arm。那我们就用这两个 sequence 去调 database 的对应的 RGB sequence， 对到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它的 depth。我们就这里就说 OK， 我用 check watch， 那我就可以我们从 database 里面。拿到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这个 cross arm 也可以拿到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当掉出来，第一名掉出来或第二名掉出来，它都是很接近的动作。那我们就可以同时用它的深度跟它的 skeleton 的东西来做下面要做的事情。我这一步是目的是要填补二度空间跟三度空间之间的差异。好，那我举一个这个例子哈。啊，这个人在踢，他在踢哈。那我们就调出来，就是可以调到它同时调到它的深度，跟它的 skeleton 的踢的动作。那有了这个东西就很好用，为什么？因为有了这个动作以后，我们就可以拿去改变它的运动的大小跟它的快慢。哎，有那个快慢大小调整好，就是用音乐情绪。那所以这个计划其实是结合了很多教授做的，就是前面那个从 2D 到 3D 是跟资创中心的那个。林宇林博士合作，然后当然那个我的博士后研究员那个谭家栋有加入，然后接下来就音乐情绪的部分，啊，这里我就讲一下他们调出来的结果哈，我们调出来的结果都比 state of the art 好，所以这篇 paper 其实已经快上 IP transaction 了哈，有 IP， 我把它跳过去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有了这个东西，我接下来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样去？因为我们有的已经有 skeleton， 但是它这个 skeleton 是因为你刚刚你在那乱拍的那个 skeleton。那我现在想要改变，让它去指挥各种音乐，因为音乐的节拍会不一样，音乐的情绪会不一样，所以会大小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分析音乐情绪。你问我说音乐情绪怎么可分析？音乐情绪是可以分析的。有时候高兴动作大一点，有时候生气动作就奇怪一点。那我们资创中心刚好有一个研究助研究员叫杨玉轩，他刚好在研究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也把他邀过来，我们就请他凑在一起。那最难的部分是说，我怎么样子去操弄这个骨架，操弄这个骨架，让它变快、变慢、变大、变小。那这是我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就是我丢了一本 robotics 的书，我丢给那个叶泽娃叶博士，他在来没有多久，我就丢一本书给他，英文的书。那是我1985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念 robotics 时候用的一本教科书，里面有 inverse kinematics。好，等一下我跟你讲 inverse kinematics 什么。我知道说要解这个东西要靠那个东西，所以就丢给他。结果没想到他两个月就做出来了，大概两个月吧就做出来了。那他很聪明，他就书看懂了以后，他就去网络上找有没有类似的软体。
他就找到一个啊不能动，他就把它修改一下就动了，所以他很快做完了。那接下来就是我改变了这些动作大小跟音乐节奏，这是骨架，对不对？那我们要看起来视觉上是对的，所以我就把这些做好的骨架丢给清华大学的教授，就是那个朱宏国，叫他把三度空间的就是把那原来的那个 texture 就是身体的 texture 贴上去，让它视觉上看起来是没有改变的，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啊。好，那我秀一下，我们大概就这样。这是随便做的，这是我的学生，他会音乐啦，所以他指挥起来看起来很好。这是随便没有音乐，就叫他指挥就对。那就按照我刚刚的概念，我们音乐情绪。好，现在音乐比较小声，这是贴上去的。手没有举那么高，现在有举那么高。好，这就是我们希望说，把你随便一个人玩啊，以后可能也可以弄一个商品啊。反正你我们弄得越来越无聊，所以以后去弄弄这个也不错。因为你去指挥那个贝多芬的那个交响曲，指挥的有模有样，也蛮好的。那你 what you have to do 就是在我的摄影机面前，你要随便比一比的。那我们想办法把它弄成不同的音乐，靠表耳塞啊，就是反正就是有模有样就对了哈。好，那这个部分我想我就细节的部分我就不要讲太多，我就想最后的结果。好，因为这个部分有一点牵涉到我刚刚讲的 inverse kinematics 的问题。那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它轨迹很重要，因为我们指挥的时候手哦在空中晃，对不对？速度快慢是因为这条轨迹。这个轨迹怎么决定呢？就是你这里有个实体，一个 robot， 像一个 robot 的实体，你在空间画好几个点，每一个点它其实回算回来的时候，你的关节的地方它的角度都可以算得到。那对 robot 来讲的话，你这个关节的角度必须要符合在一个范围里，对人也一样，按照人体工学，你的这个地方不能够扭得太厉害，所以它在这个路径规划的时候，沿路这样下来的时候，事实上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是一直在改变的。那我们可以用 inverse， 叫 inverse kinematics 回头算说这里的角度该多少，这里该多少，到下一个点的时候我可以算说这个角度多少，这个点多少，所以它有一点数学的意义。那我们为了要让它速度能够比较控制住，用一个 Jacobian 来计算它的速度，让它比较平滑，它指挥的时候不要是这样至少看起来像样啊，不会这样。那这是 Jacobian 的功能。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是叶哲华叶博士找出来的一个软体，然后他自己把它改善，本来不会 work， 他把它改善。就是左边这个是原来的，就是 Kinect 抓到的 skeleton， 它只有 skeleton 跟点，所以我们用借尸还魂的方法找一个宿主。有了这个宿主以后，它这个问题变成可分析 analytic， 所以我就可以去规划它的路径。那这样快慢大小我都可以做。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路径里面用 inverse kinematics 画回去。那 music emotion 的部分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有点佩服那个杨玉轩博士啊，音乐还可以分那么细啊，就是它有几个 dimension 去描述 tension 张度哈，紧张度 activity 它是不是活跃，然后 valence 哦，就各种不同的。那意思就是说这音乐你每一个音符播出来的时候，它都可以落在这个整个它的这叫这 affective space 就是感情的空间，所以你现在情绪，你如果唱歌的时候，你的每个音调都可以 map 到这里。你现在是高兴、生气、干嘛？反正他把它量化了，在这个 space 里面。而用这个东西，我们用一个二维的东西来解释，在时间零的时候没有声音，所以它在距离是零。它如果时间一的时候，它的 valence 是正的，它的 arousal 是正的一点点，那它就在这里。t 等于二就在这里。T 等于三的时候在这里，在这个就所谓的 affective 的那个 space， affective space 就是那个感情的 affective space， 感情的 space。那如果把它算距离，时间等于一到原点的距离，时间等于二到原点的距离，就可以变成这样子。那它的大小 intensity 就可以用来指挥的强度大小。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播一下那个叶哲华博士做的片段。
各位看到这里有强度一个改变，他等一下你看看他的那个强度会变化。就拖这样就好了。那这个事情做完就接下来干嘛？接下来就是我有这个骨架在那里动，那这样看起来应该不要看骨架，就想办法把刚刚原来去照的那个能够用的东西呢，用把它贴上去，看起来像真的一样这样。好，所以那个学生他当初穿黑色衣服是有点诈骗的，就是说，那其实这个过程我就好，我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有的就是这个原来的版本，还有一个 depth 的 data， 然后加上 skeleton。那我们要用 skeleton 去做，我们把一些关键的 skeleton 抓出来，然后再把我原来有的三度空间、二度空间的 frame 把它贴上去，尽量贴上去，然后去分析它的遮蔽。因为我们在指挥的时候，原来动作比较小的时候遮蔽比较少，但是你动作大的时候遮蔽的范围就会超过原来你有的东西。那我原来只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要处理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的。那我怎么样跟刚刚的问题一样，我怎么样去哪里抓到适当的资料，把它放在那个地方，让你在视觉上看起来好像真的一样。那用这样的话，我就会影响它的指挥的速度、指挥的大小这些问题，所以我就可以配合节奏去指挥不同的交响曲，好不好？那我刚刚把 2D 到 3D 的东西把它 skip 掉一些，那这就是所谓的 2.5D 2.5D 的一个处理方法。那先播一下，这左边是原来的，右边是贴上去的。好，好，这个现在是看一看那个改变它的 amplitude， 就我可以改变它 amplitude， 这是比较小，动作比较小的，这是比较秀气的指挥方法。这个是动作比较大的指挥方法，这都是合成的。好，那接下来就是它的快慢。当然它不是百分之百啊，不是 perfect， 但是你看已经够呛了哈。好，这是动作比较快的，节奏比较快。好，这是我们在看它的极限到底多少，角度到多少的时候会死翘翘。这是零度，他穿的不一样衣服就有点怪怪的。好，那如果到三十度的时候，好，好，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我还可以讲第三个十年。这个很多问题就是不断的衍生出来，所以让你觉得悲观的人就说是人生乏味。乐观的人就说人生充满了光明的未来，好，那看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喜欢解决这些问题，你就是充满了光明的未来。你如果不喜欢的话，那我最后想讲一下我另外一个东西。各位手上都有那张纸，那张纸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那是十几年前，那个有一次我女儿那时候很小，在小学里。他有一天回家跟我说：“爸爸，那个隔壁班有一个孩子，他没有钱吃中饭。”好，我说：“为什么没钱？”他说：“妈妈一天只给他10块钱，所以他两天才能吃一次饭。”我说：“哦，是这样。”我就那时候我刚好他们帮我选择什么家长会副会长，所以我就跑去隔壁班问他们老师，所以这个孩子我就帮他教了。可是后来我叫学校去问说，到底还有多少小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就一弄起来，学校里面有十几二十的学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回到实验室，我就跟我学生讲，能跟他做一点好事吧，然后跟我的
亲戚，还有跟我同事，我的同事有几个同事，什么女吉人啊、高明达、啊、那些，我们讲，我们凑一些钱，然后让这些二十个孩子都有课后补习的午餐费，我所有的钱的。但是我们用一群爱你们的叔叔阿姨的方式。那这篇文章是我那时候他们谢谢我，谢谢我们用一张卡片写我们，我写的，用一群叔叔阿姨的名义去写的。那这一首诗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editor English editor 他送给我的英文诗，我把它翻成中文，那就送给这些孩子。那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去念博士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我是他第一个博士班学生。那我不知道他会让我念多久，其实我不知道。但是很多台湾去的学生，大陆去的学生都会去找一个美国教授，因为那美国教授三年就毕业了。那当你念了很久，我博士总共念了硕士两年，博士念了五年。那有时候看起来真的说，哇，我真的差人家这么多吗？我感觉上。那时候有一天我去找我老师，我老师就跟我说：“哎，王爷，你不要管他了啦，你看哦，他们的标准只有这样哈、哦，那我的标准在这里啊，那你就好好做啊哈。哦”那后来我毕业以后，他跟我讲说：“其实他。”标准设这么高，其实你慢慢爬到这里的时候，他就降下标准说你毕业了，但是你已经在这里了，他们才在这里。我那时候我发现说原来这个是这样子，你各位看一看这个。那时候我送给这些小孩子的这个，就是一个年轻的生命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骨髓跟血液当中蕴含的勇气。他也许会遭遇许多挫折，他的意志，但他的意志不会被击垮。如果生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带给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如何在挫折中成长茁壮。看看钻石，这是最重要的。看看钻石，它是个极端高压下的产物。如果压力少一点，它可能只是水晶；如果压力再少一点，它可能是煤炭；如果压力再少一点的话，它可能只是一般的土壤。好，所以如果我的老师没有对我那样的话，我今天没有办法在中央研究院站起来。也没有办法讲三个十年的研究能够持续这么久。那个我常常跟我学生讲这个东西，就是 good judgment comes from experience， experience comes from bad judgment， 很有意思吧？啊，你的经验是从你的好的判断能力是因为经验，你的经验是因为你过去错误的判断之来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失败，但是失败如果它不能变成你的经验，变成把你打败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个失败就白白失败了。好，谢谢。有没有问题？我想很精彩的演讲了，有没有问题？有，请。谢谢老师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不好意思，我刚刚可能没有听得很懂，就是关于那个一个人在动作，但是中间省掉很多，就是掉了很多个 frame 那个地方。老师提到的是说有很多点，然后中间有一条线，那中间线没有的时候点还在，所以可以抓回一个分数最高的线吧，动作。不是点，其实他那个在 transform domain 的一个 feature space 的一个点，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点。它是一个用一个 shape context 盖上去，去描述很多东西。它是用一个 beam 很多 beam 去描述很多东西，所以它不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去描述那个点，不像我们简单的数学上面一个三度空间那个点的转换而已。它其实是一个描述，它是用一个 shape context 下去描述。这个描述是很复杂的描述，它可以很精准的描述这个姿态它在落在哪个位置。因为我们的动作的时候，动作是这样在动作嘛。那我用这个盖上去的时候，它可以用不同的关系，用那个一环一环的这个 beam 来描述这个你现在动作大概在哪里。但是这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它可以转换成一个 feature point， 调到 transform domain 一个点，所以它在那里就可以用一个高 dimension 的东西去描述它的轨迹这样。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每一个点是一个动作组合的数学上的描述，并不是说那个动作是，可是它背景的对，是的，是的，它的 feature space 可以是一个 high dimension 的 feature space。对，谢谢。Yeah.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好，其实刚刚听到现在有一个地方很在意，就是说
我相信您作为一个学者，您下一步要做什么研究，应该从你熟悉的期刊或是相关的学者的讨论可以了解。但是看您的演讲里面，很多的研究方向好像是很应用，而且很多是我们其实至少我没有想到的。请问你怎么样得到这些创意，去决定你要解决什么问题，或是说你觉得你能够做哪些问题？谢谢。好，其实我的学生花最多的时间是在找题目。因为他们在找的时候做要做这个，我说不要做那个，我不要。我是大概我们要做什么题目，有时候是我给他们的一个题目，我要做这个。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因为早期的时候比较年轻，就想很多题目。但是因为学生比较多了以后，我们花的最多时间是在讲要不要做这个题目。我通常我会问他说：“你觉得做完以后有什么贡献？如果没有就不要做，如果做出来不好也不要出 paper， 这样才不会变成前阵发生的事情。”其实我 paper 不多，很多地方我如果不参与，我就不挂名了。对啊，那 paper 是不多的，因为我不希望做一些我不懂的东西，或者做一些我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那我们花最多的时间在找题目，因为我认为找一个题目决定你这个人研究的高度。你的题目找得好，你的高度好，而且你比较容易做，因为那个题目你想得清楚以后，你做就很容易做，因为它是一个 wide open 的一个领域。但是如果说你找到一个跟着别人做的话，你会很辛苦，因为你要花很多力气去准备相关的东西，去比较，去干嘛？因为你跟着人家后面，你必须要做得比他更好。那你如果做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没人做过，那你太好做了，你随便做一做，反正大家都觉得很不错，很好玩这样。所以老师要说的是说，老师的实验室里面集思广益讨论的方法去找出题目这样。我没有拷问他们了，我只是让他们知难而退，就是说啊，这个题目我们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好，那在美国跟台湾不太一样，在美国老师其实都是很多是让你自己去那个自己去做，但是因为那个环境大环境的关系，因为你的同侪都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很习惯这样。那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有时候有些学生你必须要提点他一下。那提点的方式就是这个题目不好，不要做。但是可能他一开始的时候不了解，可是当我们后来发表的东西被高度引用的时候，他就慢慢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很多时候你出一篇 paper 其实没人要看的，是没有人要晒，没有人要看你的东西。可是当你做很多东西都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你给自己一个信心，而且对整个台湾的研究环境也比较好，因为我们要提高的是我们的 impact， 而不是我们的数量。数量其实没什么用啊，啊。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问题？来，请。说在那个数位点评这一块，就是因为看到就是说你在修图的一些，因为我就有了解，就是说一些外面像民间数位，就是说在修图，他们就是一般说用一些现成的软体，像 Photoshop、Photo Impact 等等。那您这个就是说在发展这一套的时候，是自己发展出于自己的 program 吗？还是说？是的，是的，我们从头到尾，因为你如果说影像处理人，我们影像处理人很少去用 Photoshop。因为我们技术绝对比 Photoshop 好，就是说，你如果 Photoshop 是因为它要适合大家都能用，那我们设计的这一个东西是让国家档案局的这些人能够去修补我们手上品质很差的这些老影片跟老照片，所以它技术上当然是比较高的。嗯，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变成商转，变成推广到大家是所谓一般的所谓很多需要典藏的，像美术馆、博物馆的，他们自己有很多的那个典藏的。那我是希望档案局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后来在把那个 video in painting 的东西把它变成软体的这个界面了以后，这个花的时间是一年半。其实对于谭博士来讲，也是一个伤害，因为那个本来其实如果有能力承接的公司去做的话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应该把力气花在最前端最难的地方。再来就是我们也不想赚钱啊，就不是很想赚钱，但是就是说希望做最最领先的东西，但是有人能够把它变成可以用的软体，那是我们最高兴的。啊，请。
谢谢教授让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因为我最近买了一个 Godfather Blu-ray 的那个全套的东西，它里面有个 bonus 在介绍说他们如何去修复那些底片的，那这个好像有一点类似的东西，就是让你在修复这些底片。那他们那个更厉害是他们复原原来的颜色，那我们这个 program 里面也是有这样的功能，还是说复原他们之间复原原来的颜色？你是说彩色是不是 ？Yes， 他们本来那个 Godfather 在拍的时候，他有一些部分的颜色，是因为他是意大利的那个 Mafia 嘛。我改变那个色调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啦。那部分你现在，哎，对我们并没有做那个事情，因为你最近有看到那个二次大战的以前那些影片彩色的有没有？或者做得很好，那其实都是委托公司做的，他本来是黑白的，他把它做得蛮好的。我看了很多纪录片，那个战争的纪录片。那既然那个部分人家已经做得那么好，那也不是我们的 focus， 不是我们的重要的部分，我们是希望去修补这些已经坏掉的部分，所以不太一样。而且我们的 image 的 quality 都非常差。scan 以后的好的 quality 跟坏的 quality， 其实在做的时候，刚刚你有看到那条狗啊，那个狗把它弄不见，其实很简单，因为狗色调太清楚了，很容易发现，很容易处理。可是那些太太们哦，要不见哦，不容易哦。那个因为它的那个它跟背景之间的那个 correlation 是很大的，所以它的 noise level 是很高的，所以要把它弄掉那是很难的。就是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高手是什么样子。因为他知道说，哦，彩色的很好弄啊，因为彩色的它有色调什么的。但是如果黑白的，又是那种老影片的时候，它数位化的时候，其实很多就引进了很多杂讯，所以它要处理的时候，它的 target 就很多问题要去处理。这样，不，还有个问题，哎，同学，您问问题吗？我们学生。所以现在那个档案局的你们寄转给档案局的还继续在？那没有钱，不要钱的，就是他们继续在，因为我们用国家数位典藏的计划，所以就把它做好，就交给他们。那他们有没有？他们前阵在修复宜兰县政府的一些老影片、老照片，这样。那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回馈的问题 ，feedback 的有那个好像还好哎，好像还好，就是那个谭博士他会跟他们都沒有对，还好，嗯。请教教授哈，那您刚介绍那些那个技术的那个修复自己那个照片，那如果像是那个罗浮宫的那个画作，那些世界名画。是不是也可以经过这样，去修复，去让它就是说能够保存永远都跟原来的画作完全一样？如果有瑕疵，有就是说保存的不太好的瑕疵的话，是不是有办法经过这样？这里的修复哈，其实这句话可能我讲修复这两个字不够精准。其实应该是就把它改成让你眼睛看不出来有瑕疵，应该是这样讲，因为它是数位化的东西，那它原来有瑕疵的地方，我用影像处理的方法来骗过你的眼睛，让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有瑕疵，这样子。所以，您刚介绍那种技术是不是曾经用在那个世界名画上？没有，它不会让我们碰嘛。哦，就是我们曾经可以让蒙娜丽莎笑起来，这样笑得更大，笑得更灿烂。那其实比较简单嘛，让它笑得更灿烂或怎么样，就是更改它的内容。哦，谢。嗯，拜拜，请。哎，谢谢老师哦。其实我最谢谢老师是最后两个结语。因为科技是归科技，科技还是很冷的东西。当然是说，因为我想每一个念过博士的人，或者是说在高级知识分子这一块，或者是在追求国内 impact factor 这一块，今天在这个演讲里面，说实在知识响应。可是我觉得，老师让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所展现出来的对人文的关怀、对社会关怀那种温暖。然后最后这个结语是送给所有。在做科学学问也是一样，学问也是一样，做学问也是一样。我做了二三十年的研究，然后父亲两年多以前过世，
过世以后，我花比较多时间陪我母亲。我母亲87岁，我就要跟各位讲一下，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气盛，可是我后来发现，厚道是不会吃亏的，厚道的人是不会吃亏的，待人和善，能够善待，能够善待别人的人，厚道的人是绝对不会吃亏的，因为你的麻烦都不会，人家都有找麻烦的时候都会bypass你，因为他不会想到你。因为我女儿叫我科学怪人，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半夜就突然间嘣就我跑到实验室，天亮再回来，我跑疯了，就常常不见了。但是后来年纪大了，体力也比较不好，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喜好，做东西这样喜好，就是让你避掉很多祸。待人也是一样，反正我没有什么好占人家便宜，反正就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得很快乐，我有一片天。那我在实验室里面摆了一个符在那，一个不是符啊，就是一符，那个说有福气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就是厚道，就是厚道人最有福气啊。我希望学生都能够了解这一点，不是只有学问啊，做学问如果要踩着别人肩膀上去的话，那个学问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你的学问是花在做坏事上面，那这样的话，那个不是真的学问了。真的力气应该花在刀口上，花在难的问题上面。这样的话，你才有办法做出最好的东西。还请。我想再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在数位点层这方面的话，如果是在艺术品方面，他们一般在对颜色啊，还有质感上面的要求都比较高。对。那在这一部分的话，你在做计划的是现在比较数位的部分，那有没有在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人文，就比如说故宫那些，他们那些专家去？像这份哈，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在数位典藏已经结束了，现在只是做后续的 maintain， 就是持续保存、保持原来的那个团队，但是它不是已经不是技术研发的。那您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是在讲那个 quality， 就是美学那个部分，现在它变成一个在多媒体研究里面的一个显学，有很多人在讲 quality， 甚至于他们 quantize 这个 quality， 就是美学它把它量化，所以他们可以用一个标准，定一些标准来看看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美，是不是好这样子。当然我不是很认同啊，我觉得那个有点牵强，因为每个人对美的那个看法是不一样，光看一个女孩子你觉得她漂不漂亮就不一定，像我太太就长得不怎么样，可是我认为我太太60岁的时候，她还是很有气质，还是很好，就是她不会改变。她20岁跟60岁是差不多的。但是你说美学的观点，很大部分人的美学的观点来看的话，她是不美的，她只能就称为我朋友讲的叫守交通规则。但是，我们人到了活到50、60岁、60、70岁的时候都老了，对不对？再美也变丑了。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嘛，你脑袋里那东西比较重要嘛。那时候，哦，对不起，我没有回答你，我不知道。那个美学现在有很多人在做，是的确。但是我没有做那一块，因为我比较那个比较钝一点，这样好。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来请。我想算是接着问下去，请教下去，就是说像老师刚刚有展示一个技术，是算影片里面的那个人数，然后可以自动的大量的去看这件事情。换言之，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对一大堆影片注视说这里面人数有多少， 对大约多少人。那这样子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是否我们对一堆的数位典藏资料想要了解某个方面的资讯的时候，都要再想一套演算法才能够处理得出来？有没有一个演算法可以把一个或者说一大堆的数位典藏资料，那一些也就是说等于说可以比较完整的把它描述完毕，不需要我想知道人数就要麻烦老师做了10年，那第二天想要了解这些是在哪些地方？因为我人数没有做10年，我只做了短短的时间。对不起，就要麻烦老师做2个月。对，我跟你讲哈，对你，我其实我仔细看一下我们所做的问题，其实都是 engineering 的问题。但是做 engineering 的问题不代表它中间不会有 science，
那我们能够做的，因为我已经走到这一行了，我知道我做的是一个 engineering 的问题，是不太完美的领域，但是我只能尽量，因为为了学生的生存，为了学生以后的出路，我必须在这个工程的这个过程中间找出一些 science， 让他们能够从中间学到一些比较可贵的东西，而不是用黑手，就是用暴力法去把问题，用工程的方法去把它解决。你虽然解决了问题，但是在学习上面是零，所以我们会试图去想一些，在这个过程中想一些科学的东西，把它注入，让这个问题的门槛也变高。因为工程的问题你可以用工程的方法去解决，但是中间如果有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进来的时候，它的门槛会变高，别人要切进来的门槛也会变高。所以我如果计算出去的东西，我用这样的态度去做的时候，别的厂商他不可能叫一个硕士或一个博士的经理带了几个硕士做得到，他做不到的，因为那门槛是很高的，因为它有科学的东西，有 science 在里面。那个产品也是比较unique 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力光一样。大力光之所以会赚这么多钱，是因为第一个它留在台湾，第二个它用塑胶取代玻璃，它的成本很低，然后它的技术又好，所以它的市占率，全世界的占率是 50%， 镜头有一半是它的，全世界，所以它可以这么好。那你就知道说那个 niche， 它的那个科学的东西在那里，所以它可以。他本来是个医生嘛，对，这个儿子接了哈，他爸爸交给他了，这个儿子是医生，但是他就跳进去做大力光这个镜头，那做得很好。同样的道理，你可以做科学的东西也是这样，当你花越多的心力去在那个关节点上做，把科学引进去的时候，你这个过程就是很可贵的。为什么？因为别人不容易轻易的能够超越你。这样对学生来讲，对所有跟你一起工作的人来讲，也是最好的训练。因为他们在一个很困难，就像那个钻石一样，你压力大一点，你又是钻石嘛；你压力少一点，最没有压力就变土壤，就是这样子。不好意思，教授再请教你一下哈，如果说那个老照片有像刚刚你讲的发明要怎么样，现在市面上有这样的软体可以修复吗？我其实不太知道，我知道我可能有软体的，但是我其实没有去找那些软体。那也许有，因为那个其实技术门槛也不是很高，那个部分 video 比较困难，但是 image 还好。刚有看到那个 PowerPoint， 那个有没有办法做？那个我们有给那个档案局一份，那其实他是做他是 apply 一个 edge detection 去抓到 Chris。就是 Chris 的这些东西，因为 Chris 有时候你会抓到，因为很多东西衣服也有 Chris， 也有边界，那所以留一个空间让这些要修补的这些先生小姐们，他不懂电脑，他没有一个帽子去勾哪些是地方是需要修补的，勾好以后，这系统自动会把它该做的地方就把它做掉的，他就是借用旁边的东西把它做掉。那再请教您一点哈，就说照片放到电脑里面，那我们那个会有一个编辑什么的嘛？那按进去编辑，像刚刚您让那个照片亮出来，那我们在电脑上弄的那个亮出来之后，就没有办法像您刚刚显示出来的那个东西，我们就误掉了。对对对，那个是其实那个太像一个误掉，那个其实不是，那个只是一个 presentation 的一个手法而已。它其实就是最后的结果，但是它用中间一个过程把它放出来。那个是不是我错？那个是我的那个 postdoc 谭家栋谭博士那个肖根宇肖先生他在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他做的。他是把它慢慢呈现出来。事实上，刚刚那个结果在国科会的成果报告里面有一次记者会，对，我觉得很清楚的。那我们用那个编辑的那个去做的话，怎么弄？是那个只是一个 presentation 的一个手法而已。好，谢谢。啊，亮度改变，它其实有做修复的工作。对呀，我就觉得亮出来。对，因为中间有很多修复的工作。还有没有？我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廖研究员哦，我觉得我要补充一点，就是他刚刚呈现的，他有很多很多结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可以听得出来，从他的演讲里面听得出来，他非常非常有兴趣，他做的所有的东西，所以 everything is worth it。好，
今天谢谢大家，然后我现在我们非常感谢给大家给廖老师一个谢谢。